可以冲凉啊。啊，一定要冲凉啊！你回家一定要冲凉。我妈妈打的。影片开始之前，要先订阅，还有按赞。按小铃铛，按小铃铛，按小铃铛，还有不要忘记按小铃铛。哟，大家早安，今天是2021年6月21号，那么今天呢？我们要去打疫苗，哦，好紧张 ，Let's go。哟哟，我现在要去打疫苗啊，嗯，可以对我讲一些鼓励的话吗？加油！来，走了，来，我先去啊。拜拜。Hello. Number N. Thank you. Apa tu? Camera. Mm-hmm. Yeah. Yeah. Ah, you tangan you bawa. Go.真的超快耶！下来再打。OK， 我不是做副作用。OK， 我是走很远来，然后有点喘。很快耶！你要给他看那个，你要给他看你的那个验血报告，全部给他看完。那你讲最近在吃什么药？我要给药的拿出来，我跟他讲最近我在吃，我就那是医生吗？是医生，是医生，他是一个印度人的医生，他超好笑。他就看到我全部都给他，我应该是我蛮怕死的，所以我全部都给他。然后我还主动讲，他没有问我，那很奇怪，他为什么没有问我？然后我就自己讲，我想我现在在吃这个药啊。他只是医生，只是在重复，在提醒你，跟你讲。打完了，超快了，你就是一路走进去，然后他就会有了。我就一路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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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路。OK，Thank you，Than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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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u。感谢。하나둘셋안녕하세요 Blackpink 입니다你其实是十二点，可是早去也是可以早完成哦。对对对，就算你的 appointment 是十二点的话，你早去也是可以早完成。好了，那我们去吃东西。是美东呢？我要先回家，好吧？好。
它味道好大便，很好吃。滚！好，我们来开第三包。